第五十四代罗卫群祖师，东土八代，八祖姓罗会卫群，乃太上大弟子公远真人化身，自幼立志修行，遍访名师，由江西九江府是玉白马二祖说法的受制道，继承道脉，开化江南河北，这经泄露玄机，大阐先天大道，为是时天时未至，众生孽重，天降黄考将道收引，祖已杀生了道，上乘法门至此又告失传，以后遂传出一切旁门外道，待至清康熙年间，已隔千余年矣，天时降界，天命原始天尊分姓，林凡为九代祖接续道统。